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保罗透过对哥林多教会所写的这封书信《哥林多前书》，他在提醒我们，在群体当中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会有一些碰撞，怎么样照着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些碰撞。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例子是发生了淫乱的关系，不应该有的关系产生了关系，发生了关系；另外一个是互相告状，是破坏关系，彼此关系拉扯破了。面对这两件事，第一，不应该产生那样的关系，或者本来是很好的关系被拉扯开来了。遇到这些事情，他只是举了两个例子，而这些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而保罗说，我提出这些来不是轻轻松松的说，他说面对这些事情，我们必须很严肃的去看。他讲到一件事，他说因为行这些事的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而且他前面用了四个字，叫做不要自欺。什么叫不要自欺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假装没事，不要自己骗自己，没事啦，大概上帝不在乎吧，没事啦，反正别人不知道。不，他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例子，即使这件事情没有东窗事发，即使这件事情没有别人知道，但是他说神知道，以至于他不是说你在地上的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哦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也许你没有东窗事发，你不会被地上的国刑罚，但是你会从天上神的国里面出局了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容让自己活在罪里面，求神提醒我们，行这样事的人是在神的国里面没有份的。因此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没关系。我自己常常被主提醒说，不要觉得我做错的事情都是小事，小毛病，老毛病。永远不要让自己习惯跟罪和平共存，永远不要让自己习惯跟罪和平共存。即便你觉得，或者仇敌常常有一个谎言在你的思想当中对你说，没什么了不起吧，大家都这样，这有什么严重的。不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，是从神来的。神看这些是严重的，神看这些是重要的，所以神透过圣经提醒我，也提醒你，不要自欺。因为行这样事的人，长期让自己陷在这些罪当中的人，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。不要习惯跟罪和平共存。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最有名的一个例就是参孙。参孙大有能力，他生命里面有一个破口，一个老毛病，可能对他来讲，他也觉得男人嘛就是这样嘛，他就是情欲的罪。他一路走来，在情欲的事上不清不楚，跟妓女在一起，然后跟很多女人不同的女人在一块，他一直是这样。他习惯，我相信他刚刚开始做这些错误的事情的时候，自己也很害怕，也很紧张，他也担心我会不会得罪神，我会不会失去了那个大，他是个大力士，我会不会失去了那个从神来的力量，因为我活在罪里面。但是后来他发现好像没事哦，好像我还是很有力气啊，大概上帝不在乎。上帝不是不在乎，上帝只是给他机会让他回头。直到有一天神出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了。不要自欺，行这些事，容让自己继续活在罪当中的，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。永远不要让自己习惯了与罪和平共存。耶和华，我
全地，哦。